我说我先借点油钱给你，每天你垃圾也要用，也要烧油，而且之前说的200块钱烧了，然后我然后多不存在的，真的不存在。第一回走到屋头来，随便吃点哈。哎呀，那你记这个。我婆娘做的干锅鸡翅本，干锅不一样，干锅啊，汤锅不一样，汤锅。你傻嘞，还鸡皮味的。看你吃起嘛，哎，真的鸡皮，你鸡皮味。不是我太好了。哎，这整点鸡皮儿来吃，说起这丢人。哎呀，肉不弄点。你早上捞完水又给捞东西了？哪来？我那边我跑了两。你要照得住，我一天弄热了。我的很啊，都是年的噻。天翻多早就耍空母娘，脚上挨不嘛，整的比我都还黑。你脚上？一个。但是我开火车时候你也没回家嘞，好多年了，去年了，我2015年买火车开的，那是老小房子。你才干3年嘛？我是没玩好久。啊，没玩好久，一点都黑你啊！每天早上我们啥子？5点钟开去送噻。啊，谁都装到那个门上早点开，太热了呀！上午，说起5点钟开，犯规就是12点。就是。把你们注意到的不要中暑了。我一直觉得你的岁数跟我差不多，结果刚刚你说你居然是87年的，比我大好多岁，比我大6岁。7岁。说明还有比你嫩的嘞，看见吗？你不要觉得你长得帅得很，年轻得很。下一回嘛，你就不要再弄这些鸡翅骨啊，鸡屁股也要吃嘛，尽是骨头，吃啥子嘛？啊，毕竟又不是没爱学的，我觉得你真的一天得黑，在屋头不要整些啥子。好，我给你面子。你也去。对，不管。肉不好吃就吃这个土豆嘛，这个土豆就不要吐骨头的。嗯。你肉好吃，好吃土豆。这还有的。通过这几天我跟那里相处，我们从那里的朋友变成了现在的兄弟了。那是兄，我是弟。可能那会儿你婆娘跟你压车坐你旁边，可能都没弄酒的连到7天了，是不是嘛？只有我才天天坐你旁边的人挨着你，我还想给你指挥你倒车啊这些。对对对，细心的哈。嗯，深入交流。别，我装方向盘还那个，还稳当点。你看就是啊，这儿就是我给你摆个龙门阵。有没有？好事。饭吃过，俺们准备饮料，咱们在外边坐会儿。来，大哥儿，我先。喝水，柠檬水。我屋里整的，啥子没得，柠檬多闻些。我们拉水已经有到今天为止，用半天啊，9天。我试了下，开始了嘛。我说我先借点油钱给你，每天你垃圾也要用，也要烧油，而且之前说的200块钱烧了，然后我。然后多不存在的，真的不存在。不说些，因为你每天也要烧油，而且每天我们拉的话，你说这儿把你烧的话，每天也要当过你的活路啊这些，不好的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先转点给你。啊，先不忙的嘛。关键每天也要烧油，晓得不？虽然说现在还没落雨，我看天预报可能还15天，对吧？但是一直都是15天，一直都落不下雨。所以你每天你要烧油，今年的每个家庭也要用钱。虽然说大家都是做公益，你也没有说好，没有收啥子，而且都大，可以说就跟现在的市价来说嘛，有个人工，你开车最起码有200多天嘛，200多块钱嘛，对不？烧油、车子的磨损，咋些咋办？管了了，这点嘛还现在可以嘛？这那大的天，天天高温，你没起到死。我问你刘兄不有啥子说的，就是说好多钱，因为确实啊，之前你说的200，虽然说大家都是中年，但是确实少了，是不？我感觉不是，我感觉跑得过来嘛。跑是跑得过来，你想你除了油钱，不是你的钱嘛？油钱除了车子消磨除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点倒亏。有些地方好远哦，上面的那个就看这个，虽然说有些地方近的，但是远的地方还是有啊，经常我们都要跑。还是跑得过来，我感觉。那行，我先给你转3000块钱，你先用的，因为每天要加油啊，屋头家庭开支那些，有娃儿那些也要用钱，真的。转不了吧？你收了不存在的。
大家也是做好事，但是你比我辛苦的，真的。你每天开车消磨，再去上班，还有人工。总之你都帮不好多了。哎呀，不存在。主要是我帮忙，我通通算是我花钱买了嘛，二天我就自己留到用噻。嗯。但是我通通确实太大了，如果自己留下等水去的话，水等人太多了，那一般都是死了水。就是、自己用起都不安，因为我们还有几天才得落雨，这几天我们任务更重了噻，每天送的人送的人户也人家户也多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每天工作量也比较大，大家也比较辛苦，车子没空调的，天天都是免费的桑拿。确实还是有点凶。哎，多靠了你，真的。不是。反正最后还是说的。感谢你了，真的。如果说你没了你的这个事情，我们也干不成，对吧？那不能够说，真的不能说。不说欠多少钱才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嗯、大家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也不来气。我觉得最难得的还是你们原来不说，只是认得，然后现在成为战友兄弟嘛，也挺好的噻。然后又不忙的时候落雨，过着过爽。要得，要得。